现在是又吹大风，又冰雹，又下雪。对面就是寺院啊，我们马上就要过这个桥去到对面乡里面，我们两车就停到这里的。刚刚是停到那个墙角，最先是有太阳的，就想着在那里躲阴，结果两个小时左右的样子，突然刮风下冰雹，一瞬间我们车都白成这样了。刚才的风特别特别的大，我的帽子直接就吹跑了，一开门感觉门都要吹掉了。这高原的天啊，说变都变，我的帽子都脏了，就是那个豆豆。哎，出去拍视频，我想出去拍都没法，实在是冰雹太大了。这里，这周围的车都来了，除了又在吃雪。周五星期一都上课，还有个大学期啊。汉语就是说和尚。对，那边尼姑就和尚，你不要叫。上学就有钱，对，而且上了十几年毕业，然后或者说去其他佛院去教书，哦，可以去从事一些事情。拖鞋进去看了一眼，都是没有女生。那他们念经每天都念什么？念的一样，就每天重复，就一直念的是重复，就重复的。对，每天念的一样，要得到一定的年龄才能去学不一样的东西。哦，就刚开始一直念。就要那种信念了。对，对我们也可能在这里待一年待两年都是一样的。他们这里面也有超市，卖的东西也挺全的，吃的喝的很多。禁止拍照，禁止摄像。那边很多地方都是禁止拍照。我们回来了，这边还有很多健身器材。这些，他们其他的娱乐就是篮球、足球，
也是可以玩手机的，就是不上学的时候，周一到周六是要上课的，星期天才会归还手机。刚刚过来两位师傅问了一下，他们这边女生的佛学院是在对面，有100多学员，但是这边男生呢学员达到300，而且今天是难得一见的法会。哇，好暖和。可以的，再去这里。你们是哪里过来的？我是河南。河南吗？我是四川。好，谢谢你，客气了。坐下，别动。他就坐在这儿，别动。我们又在这里蹭饭。对，好吃好喝。蹭饭蹭到寺院里面了。很香，他这个糌粑加酥油，加奶渣，加茶。很香，这可比一个馒头实多了。这个没有发泡。这个漂亮，就是那个牙口哈。对对对，那个牙口。上面日出。夏天就是这样，到处满身遍野都是绿油油的，还有很多野花。花特别多，那个时候你看。这个是我们呗。我们现在在这里呗。对对对，在这个屋里面香的中间。那上面可以做多少间客房啊？你们这上面有5间房子。我们不是九间房子，九间，一间房子是吃饭的公共空间，自己外面吃这买个菜，然后就上面可以做饭，自己做饭，自己吃饭，吃住都这样的。这里还可以停很多车，这个院子挺大。拜拜。到八月这个中间来，赛马节特别热闹。好的好的，谢谢。你们能体验到我们这边当地的。好多技术人，对，好，欢迎再来。好的，拜拜，谢谢你们。我们走着走着就遇到这种冰雪路面了，天又要黑了，这个路很滑，我现在已经开上低速四驱了，刚刚就把我滑了一下，我前面停下来了，滑滑滑。四驱拖两驱，这滑呀，再摆。两驱前驱就上不去，它滑，一直跑。哇，这个飘的哟，就像滑冰一样，你看，你看，看，它刹不住的，这样拖着。猴哥帮忙装防滑链。他装一个就够吗？他一个轮胎要多装几个？没有那么多，装完了嘛，那边就好了。这个坏了，这就紧了。哎，有刀，我们有刀啊！我有刀哦，这个动力的，哇，这个确实也太快了。打他该摆尾了，不是，你快过来，你人远点，他是车很重的。猴哥你站过来，那边是悬崖，你知道。他是让，慢点。只能停在这里了，停在这里让其他车走，这边都是等着把路让出来。我们走，你慢点，不要超过25吧。
我现在跟猴哥走得很慢，他的车只能停在这里，等其他车去买防滑链了。刚刚这个四驱车拖他车的时候也是打滑，我现在开的低速四驱一档。